如果女娲没有造人，牛顿没发现苹果，如果那些大规模战争还没有停火，那是否这世界也就不会再有困惑？看那些经历遭遇的人要如何振作。当你在恼火没有买到复刻的新鞋，但有人出生就被没收视力还有听觉。当你在西式餐厅挑剔螃蟹的个子，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有个孩子正被饿死。我没有